The raw material can be traced from the storage area when truck or big bags arrive till the final machine going through the automatic management of the drying operation.从宏观层面来讲，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，人力成本是企业非常大的一个负担。第二个，90后、00后是不会再愿意做简单低附加值的重复工作。基于这两个原因，现在的企业招不到好的产业工人。由于我们的存在，非常低端级的这个工厂都有能力批量性的采用电动机来实现低能耗、智能化、少人化的这种生产。只有大家携手，那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快一点。其实我会更期待更多的人能了解智能工厂。很多人对这一块呢，总觉得只是收集数据。我会觉得更多的是智能管理、智能监控和智能分析。